在家看书是不可能的，啊哈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看什书怎么么不可新的能？电影？你怎么会看书嘛？我很喜欢看小说呀，你忘了吗？小说不是属于书的那个种类。你要我翻你不白要眼给翻你吗？白眼！你要我翻白眼给你吗？小说为什么不我是不要。书？那么多人在看我们，你要翻白眼。没事。